上觉崇法师写下献给大师的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觉崇法师的留言：佛心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随着心宝和尚及觉崇法师为星云大师的一句话，跟着天灯飘向星空，再次宣布2023年大马好，为国家祈愿祝祷，万人青年音乐会暨三归五届典礼正式开始。请哥哥不是啦，他们也都是来见师父的，也是来参加三归五戒的哦。三只乌龟，五只猪八戒。小可爱，不要乱说话。所谓三归五戒啊，指的就是三归一，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善男子善女人，今天志愿发心皈依法，以法为师，从今以后尽行受，不信奉外道邪教。汝等能奉行佛，能奉行应该受，离佛就惭愧，三载戒世界一半，我的世界也一半，你一半我一半，这个世界谁也无法同意另一半。心甘情愿许下诺言，不愿回，感受信仰的力量，散发光和热情，生命有无限光彩。我愿做一本书籍，展现真理，给人智慧。所有人知道我们有多爱，手中握紧自己的未来，不让别人主宰生命的精彩。心不怕黑暗，云不怕天地，点点的心能扩大的人生，花儿虽好却不能常开，月儿虽美但不唱歌，唯有心啊，就叫做自唱歌，万古长新。小草一株千人的小草，任凭风吹雨打，始终伫立挺拔。
家好，我们是 Trippy， 我是 Kevin， 我是 Kevin， 我是 Dann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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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家好。就刚才在后台有听到你们讲了一些话啦，其实你们跟佛光山呢是怎么结了一个缘分的、啊、？OK， 是以前我从小就在儿童班长大，然后就在这里开始学跳舞，然后就开始知道佛光山，然后那时候我要开始跳舞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他们两个，我就把他们两个拉进来。就一起跳舞啊！佛光有做一个 event， 就是那个 flash mob， 不用拍手的，不用拍。啊，就有一个 flash mob， 是讲说要跳街舞的，然后那个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街舞啦，所以我是觉得蛮有缘分的啦。你有什么话想跟爸爸妈妈说吗？OK 啦，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讲，然后我在这里就要跟他们讲，爸爸妈妈我爱你。哦，很给力啊！平时没有机会讲，这里很多人，快点讲一下就好了。OK， 讲完了。爸爸嘞？我讲了，爸爸妈妈，我爱你。感谢我们义工补校的，在几个月前就不辞的拼啊捡啊，而青年们不断不断的练习，拼成今天非常感动的大师的法相。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youths and all performers to be here with us today to bring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as well as commemorat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看见大师的法相，仿佛大师就在我们心中。大师虽然不在了，但是大师说，如果你想念我的话呢，会随时唱诵人间音乐的歌曲。那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思念，也是我所衷心期盼的。As you may agre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has touched many parts of our lives. We would like to be grateful for his wise words and his power in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to be a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 Let's continue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s, speak good words, and think good thoughts in our daily lives. 大师，请你放心。我们会实行以及传承人间佛教，实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愿人间佛教遍布五大洲，法水长流五大洲。此心悲愿遍布人间。最伟大的佛陀，祈求您的庇护，让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永远没有天灾人祸，让我们的政治廉洁清明，永远没有贪污贿赂，让我们的族群包容异己，永远没有种族纷争，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富强，永远没有战争暴乱。慈悲伟大的佛陀，请您接受我为国家的祈愿，请您接受我为国家的祈愿。是宣布2023年大马好为国家祈愿祝祷万人青年音乐会暨三归五届典礼圆满礼成。